醒醒！妈跟你说几句话。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妈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不能糟践自己呀。天津，跟毛驴好好过啊！有空就给妈写个信，报个平安。别让妈着急，听见吗？妈就愿你们几个人都好好过啊！这600块钱，就当妈给你的陪嫁啊！自己把钱收好了，千万别乱花。万一有个急事儿，自己好有个钱，知道不？毛驴要敢欺负你，过得不好，你就回家来，听听吧。只要妈在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啊，谁也不会撵你，啊。妈也舍不得你，自己就自己找了个对象，好好过，听见没有？妈把钱给你装在口袋里啊。怎么了？你睡不着啊？大雅明天就走了。我这妹妹啊，确实是脾气不好，嘴不好。可这些年家里洗洗涮涮的活，大雅没少干。突然这么一走，我这心里挺难受的。家里这些事，非得把我搅和进去，这叫什么事啊？老董，你客观的评价我一下，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点自私？有没有？我怎么看你不重要，咱俩这事儿你也清楚，重要的是你们家里人怎么看你。别想了，赶紧睡觉吧。那你要是睡不着的话，咱把灯关了。
你不害怕？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有什么怕的？你不用，不用，你开着吧，我能睡着啊。我数羊，我数了500多只，我估计怎么也睡着。你不用管，一只羊。我都觉得我对不起大雅，真的，我这当妈的对不起我这闺女。你说一个人就跟着人家走了，连这点钱都没拿。哎，这闺女大了呀，是你家人，你不能像我这样成天的在家里待着，就等着老死。我原来是想让他家怎么也加个近点的呀，是吧？你说这大老远的，我想看看他都难。他王超君嫁得远不远呢？都出了赛了，啊，边赛。哎呦，那天津才有多远呢？真是别那样的。哎，那个。大雅这信里都提到我了吗？没，没有，您自己看看。真让人伤心。这钱我是从您那儿拿的。哎呀，我像大雅说的。这三宝啊，二宝啊，小雅呀，他们都小着呢。都是长个儿的时候，给他们改善改善生活吧。吃点好吃的，好长个儿。嗯，得嘞，我不拿，拿着吧，还是您拿着吧啊，到时候我跟您要。
送到这儿吧。我给你送进去呗。不用了，这么两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。哎，大宝，我这两天一直琢磨个事儿。你说这大雅这么不明不白的嫁到天津去了，她会不会恨我呀？哎呀，她恨你干什么呀？这是她自己嫁的。她不得认为是我把她挤走的呀？哎呀，你呀，根本就不了解大雅。大雅喜欢王玲，要不然她也不可能跟她在天津待好几天，是吧？毛玲来了还带着她转这转那儿，那就说明她心里早就认定毛玲了。我自己的妹妹我知道，她要不喜欢她，她能嫁给她吗？那她跟我来什么劲啊？她就那样，想嫁，自己呢还得老得端着，感觉好像多大不情愿似的。女人都这样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不这样啊。咱俩离婚还有20多天，你自己做好准备吧。你还这说大雅呢吗？怎么会扯我身上了？行，走了啊，上班去。哟，大宝，又来送朵朵上班呢？哦，团长，你这天天送，你真是个模范丈夫。哎呀，什么模范啊？这模范差远了。团长，还有没有什么活我给你干去？哦，我还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讲呢。啊，您说。那个朵朵呀，嗯，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呀？没事，放松啊。这个什么 A 脚 B 脚的，别太认真。艺术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水到渠成。有时候你越紧张，压力越大，它反而适得其反，知道吗？团长，您给我透露透露，朵朵这次这 A 脚有没有希望？她挺努力的，天天在家练。嗯，这个吧，努力吧，不努力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当然努了力也有可能没希望，但咱不后悔是不是？行，我上班去了。这是有希望还是没希望啊？李大宝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当着团长面问这些事儿了？我问问他怕什么呢？我给他干那么多活，我问问他怕什么？上班去。朵朵，努力啊，努力就有希望。大宝他妈哎，买菜去了啊？你不在啊？休息休息吧。哎，是不是该到我旁边了？我喘口气儿，喝口水啊。我给你倒点热的吧。不用，喝凉的好。老哥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自从团里边安排我跳这个 B 曲，你们陪我练过几次？你主动找我练过几次？你们这么不配合，我怎么选上主角？不是，朵朵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跳主角？怎么了？团长说了，公平竞争。对对对，朵朵说的没错，那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是吧？可人要有自知之明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高哥说的对啊，你那哪叫排练呢？你那叫陪练，好吗？你说让大家伙陪你练练吧，也可以。那你总得让大家伙休息休息吧。就是，大家都跳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尤其是秦华，水都没喝一口，就喊让人陪你练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
这是团里边安排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要听。那我们也是团里安排的时间呀。行了，这事别争了。你们每天上午排完一遍，没多长时间就吃饭了；下午又排一遍，没多长时间就下班了。那我还哪有时间练呀？这事不研究了啊，就排一遍嘛，是吧？来，大伙儿再辛苦一下，陪多多排一遍啊！来，哎呀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行不行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干嘛呢？没干什么。就给这柿子树松松土，啊！哎呦，你买菜去了？啊，买了些什么呢？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芹菜。啊，你得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啊！我也想给孩子们做点好吃的呢。可是钱呢？大雅那600块钱不给您了吗？那不是给大雅留着呢吗？啊，您长大钱啊！两张新票子，哎，拿好了，哎。谢您赏了啊！见见面。看着我妈张朵朵如坐针毡，我爸李大宝开始有些后悔。也许真如张朵朵所说，如果没有争取来这个角色，张朵朵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压力，更谈不上失败。但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李大宝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继续帮张朵朵实现梦想。十年春。齐师伐我，公将战，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见焉？又何见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，乃入见，问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佛敢专也，必分人。”刿曰：“小刿未变。”民佛从冰棍儿，冰棍儿，奶油冰棍儿。
清醒喽。来，姑奶奶，清醒，喝点茶。得嘞，谢谢您。别客气。哎呀，自从大雅嫁到天津去，你说咱们家是不是清静多了？大雅可是咱们老李的亲闺女，是吧？您这么说，看着她早点走似的。你这不是又多心了吗？我是说呀，过去大雅在家的时候哈，你可能都忘了，那动不动就乌烟瘴气起来，动不动就鸡飞狗跳。你看现在多好，安静了，祥和了。您说呢？咱俩都很少斗嘴的，你不觉得吗？这镜子呀，我都有点不习惯。可是呢，我真有点想我们大雅了。哎呦，谁不想啊？但是呢，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喽，是不是？咱现在就盼着张朵朵赶紧怀孕，给咱们生个儿子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时候呢，又来热闹了。那时候我就是当奶奶了，我呢不就是姑太太了吗？对，升级了。是，瞧把你乐的，嘿，好好的乐给我瞧瞧。哥，我姐呢？进货去了。哦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借钱可没有啊，你还欠我十块钱。哎，行行行，先别提那个，我呀借了点货，想你这儿能不能给我一脚，那你一块卖。卖什么呀？丝袜。这自由市场没人买丝袜，你还不卖点吃的呢？你就甭管了，你卖衣服，我卖袜子，咱俩不抢生意。行不行？那你愿意卖卖吧。谢谢哥，谢谢啊。那我搁这儿，行吗？挪一下啊。嘿。哎呀。哎。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玻璃丝袜啊。玻璃丝袜，高级玻璃丝袜，不买也看一下，妹妹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了啊。来看看了啊，走过路过，玻璃丝袜，刀子刮不烂，穿上腿倍儿亮。妈，妈，妈！哎，妈，干什么呀？这跟叫唤真是的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刚才路过我们厂那个副食店，看外边排了好些人，我过去一问，你猜怎么着？那咸肉不要票了，而且还可以多买。真的？啊，不要票还可以多买啊？你千两难逢啊！还有搓堆那西红柿呢，五分钱一筐，人都往家买呢，说回去要做西红柿酱。你也得买点啊！那我去。哎，姑奶奶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哪儿？哎，等着我，我也去，等着我。哪儿都有你的事儿，你快点啊！晚了我不等你啊！哎，好好。你到点儿嘛去？少打听，什么都有你的事儿。大宝妈，快走快走走啊！姑奶奶呢？快走，这事儿快点，让你帮个忙找不着你。我跟你说，占便宜事儿你比谁都管。行了，咱回来快点吧。快走。哥们儿啊，对不住了啊！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别整那没用的了，还吹口哨，快点，工。你砸了啊？好，砸。你那个轻点刨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刨到树啊！我进来，有水，有水。起来一下，咱们开个短会儿啊！
那个最近啊，大家排练辛苦了，我得谢谢大家。另外呢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局里啊已经把咱们的新剧目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列为了重点剧目。尤其是对咱们引入竞争机制来确定角色的做法非常的赞同，并且啊要向全市的文化系统大力的推广。两个星期以后，局领导就将率专家组来观看咱们的彩排，最终确定女主角的人选。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，团里决定下周一咱们呢先进行一次内部彩排，咱们要以最好的成绩向领导汇报。好，好，行，大家训练吧啊，加油啊！再见，哎，再见。我问你，你回去。你们大伙儿弄俩人呢，还别让我回去。来，小朋友，来评分吧。生气呀，气呢。来看看，来。哎呦，不过我这溜腿溜的，我这啊，这我都有点走不动了啊。不是，你说这大宝也是，你看见在那儿买了，买点去，回来啊，咱们再去，还能落一份儿。现在。完了，什么都没臭小子，完了，回头回头我肯定治遛弯去了。你，赶紧回家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我累得我这腿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混蛋孩子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丢了？我去，咱们家这回来一次怎么敞亮啊？哎，真的。走错了吧？咱们走错了，走错门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咱们家吗？啊，是咱家。哎，那那怎么回事啊？那么长的呀？树树没了，那哪儿去了？对呀，自个儿长腿。哎呦喂，跑旮旯去了，长腿了。他怎么上这儿来凉快来了？那怎么回事啊？是啊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什么坏了？什么坏了？大宝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怎么了？这树，啊，树我挪的。你挪它干什么呀？我把树挪了，在这儿给宝子弄个排练场，他好跳舞。大宝，你挪树的时候有没有瞧见什么呀？瞧见没有？不，砖头瓦块什么的，是吗？别打岔，有没有瞧见一个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什么呀？我可能是记错了。啊？我可能记错了，记错了，我记错了。什么东西？吃饱了撑的呀，啊！你挪那树干什么呀？哦，你把我们支出去就是为了挪这树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这棵树是三宝的命根子呀？啊，他每天在这儿围着这树念书，这他要回来看树挪那儿去了，他跟你玩命，到时候你们可别找我，我可不管。这不好好的吗？就在这儿呢吗？也没死。什么好好的？他上哪儿念去？上上头念书去啊？啊？那没那树还念不了书了？那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找事儿吧，我不管，你弄你弄吧，真吃饱撑的，你这这不挺好吗？在这也不碍事儿，是吗？那谁的事儿也不碍了。姑奶奶，这又找什么呢？啊？这翻什么呢？三宝回来了哟，哥。哥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啊。哥今天帮了你个大忙。哎呦，谢谢哥。什么忙？你看你那棵树没有？柿子树，让哥给挪那儿去了。树，我柿子树。柿子树在那儿，哥给挪那儿啊。大宝。是不是有病啊你啊！哎，三宝，有病啊！三宝，这树是我小学二年级种的树，自打我种完以后，我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给你把树挪了，
我考试怎么办？三宝怎么办？三宝，你考的好是因为你用功，跟树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有关系，那是我的护身符。你还我师的树，你还我师的树。三宝，那树还在呢吗？活的，好好的吗？人挪活，树挪死。你还我师的树，还我师的树，还我师的树。三宝，还我师的树。三宝，一寸长一寸强，我这长，你那一寸短一寸显。你还我师的树。三宝，听哥跟你说，昨天晚上，哥做了个梦，就梦见这个柿子树变成了一个美少女，长发飘飘，然后跟哥说说，大宝哥，我为了确保三宝能够高考顺利，我想挪个地方，所以哥今天才给你挪的，哥才帮你的这个忙。你少再给我胡说八道！你还我柿子树，你还我柿子树。三宝，你不信是吧？哥再给你说一个，你看咱家这小院，这小院是个什么字儿？是不是个口字儿？树。是个什么字儿？是个木字吧？外头是口，里头是木，是什么字儿？我不知道。困呐！你知不知道前一阵为什么那么困？上课为什么困？你还好意思说？那不是因为你总在半夜拉我跑步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这棵树闹的。现在把它挪了，你上课肯定不困了。哥给你保证。你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！你就用来这套，黄师的树，真的三宝，黄师的树。放下，等干你哥呀！管不了你们的。啊！我放下吧，先动我了。妈，我放下。我毛毛，我放下了。让我放下，我放下。我不放，放下。听我，放心的说。哎，有妈呢。李大宝，他太欺人了吗？我哥太欺负人了。干嘛去？回来。吃饱撑的，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。怎么了？哎，回来了，朵朵。问他。你看，就听你们在这嚷嚷嚷嚷的，我今儿都忘了去接朵朵。你是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不用接，我自己能回来。朵朵，你看见了吗？我把那棵柿子树，我给挪了。以后你在这尽情的旋转、跳跃、舞蹈，也不会撞树上了。挪哪儿去了？挪那儿去了。为我挪的。啊。是啊，你有地儿练武了，是吧？我们三宝可没地儿念书了。妈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就这棵柿子树下一样可以出个状元，你出李大宝，你为了博嫂子一笑，你烽火戏诸侯啊你啊你！你要在古代肯定是个昏君，我告诉你，我考不上大学，我跟你玩命啊！三宝下来，我不，让他还我柿子树。三宝，这树这不活着呢吗？好好的吗？我跟你玩命、啊，李大宝，你太气人了你！不是你在上面，你要挟谁呢你？你别张牙舞爪的，你掉下来再。你快下来！什么叫张牙舞爪的呀？啊，这不是都他惹的事吗？快点下来，听话。我不，还我师傅说。我告诉你，把他给我弄起来啊，要不你负责，你看着。哎呀，大宝，你看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？你给三宝弄得疯疯癫癫的，妈也不高兴。哎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好什么呀！我这，你弄成这样的话，谁还敢在院子里边练武啊？你练你的，啊，过两天三宝就好了。我里外不是人的，你下次有这样事儿，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那能跟你商量吗？那要商量的话，谁也不同意，那都不让挪。你甭管了啊，你跳你的舞，放心吧。Thank you.
不说话呀？啊？我只想知道，请问我在那个柿子树下埋的一个东西，哪位看到了，或者拿走了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谁拿姑奶奶东西了？啊？谁能拿呀？赶快拿着，别让姑奶奶生气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快点快点，别让姑奶奶着急。哎呀，日防夜防，哈哈，家贼难防。别让我这姑奶奶啊，太发急了。对不住了，李大宝。啊？姑奶奶，你怀疑我？对。那个柿子树是不是你挪的？是啊。所以你是最大的嫌疑。妈，姑奶奶怀疑我。不是，姑奶奶，我跟你说，大宝不是那样的孩子。你没看他结婚以后吧？他给朵朵买这买那的。我给朵朵买什么了？我没说完呢，是你是拿你自己攒的零用钱给他买的，他不会拿别人的钱去给朵朵买东西。对。我替他担保，担保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跟你下结论呢，是不是？只是问问你，对不对？你真的没看见就没看见，是不是？看见了吗？姑奶奶，我绝对没看见。不是你看见了说。不，我一块儿还有两个工友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现在就把他们俩叫过来，好不好？你问问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留着，留着，跑不了。跑我？哎，跑不了。没拿东西跑哪儿去？那是跑不了，不是你，也不是他。